喝咖啡出来，可是咖啡馆、咖啡馆，啊，这富裕馆日本人说的，咱就读作富裕馆。这条来看，富裕馆呢，都是关查某的。咱台湾所谓政治人物早期的选举，我来讲，这可能有影哦，你唔当是拢无影。咱即卖嘛实施讲，妈妈家己也入来监狱呢。啊，你有三岁以下的小孩，无人照顾，申请调妈大哥，你来讲，需要去买一个，讲你爱耍，不要讲爱耍。好，好，好。有没有印象？大概在半爱之恋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带你们来参观呢，所有的监狱的门呢，光敞开，让你痛快的畅闲无阻。但是我要跟你讲，你佚佗了倒转去吼，甲恁的亲友讲，吼、哦，监狱做好耍的，啊，你就别来啊。监狱内底有间内围墙，等闲杂人等不得在此探望。我跟你讲，有时哦，咱就讲哦，今仔是一个收容人查某，你看哦，穿得较水，大家拢要来甲看，绝对不可以。所以讲呢，伊大概伫这个所在，拢总是查某管理人员。哦，我即摆要跟你讲哦。女主监狱拢是女性的管理人员，但是呢，官较大的亲像讲，迄个典狱长有可能是男性的，但是呢，查某拢用查某来管理，因为查甫的无了解查某的痛苦。你第一想法是啥物的？你一定讲啊，这关几个人？你头家一定想讲，这是内底关几个人？我来讲，这叫做杂七房。所以杂七房就是下当关三个、五个，甚至关七八个都可能。啊，你咧，你就一定怀疑讲，哦，我这细菌关三五个、关七八个。我告诉你，字句实在，这个天地标准就是一个人拥有0.5名。咱国民政府来了，咱的标准是0.7名，等于你俩关的天来这。有0.7名的标准给你关，所以每一个监狱拢有一个标准可以关几个人，安尼算出来。哦，你会讲0.7名是偌大呢？就电影是变大大变大，你个大大变大，你不看，安尼困眠无舒服个，你知影未？所有上铺的一定爱运动，一定要跟你的胸部对上才可以。为了查他是用快步骤的监狱，有人在遐咧看哦，这小朋友咧看讲啊，讲伊洗身躯都无看了了。我甲你讲，从第一天你抓进监狱以后，你的名字在这个社会消失，你两年干到来底，你就无名。没有名字，所以我来到监狱是没有名字的地方，只有号码。搬到出来，不能说留恋，难怪不然。我再来一个，当监狱你敢看外面绿草如茵，阳光充足，空气流通。啊哪呢？咱两个关家顾，咱两个好朋友天天都在那里聊天，都不可以。哭的他有教堂。让你可以祈祷，你若信阿弥陀佛的，他有佛堂，让你会当空空腔。现在台湾呢，很多印尼的人呢，在台湾他也会犯罪了，抓进来，他每天8点都往着东方那个伙伴，这清真寺，咱马来西亚让他们都可以来祈祷。因为稳定求全非常的重要，劳动结束把你烧掉。我们台湾没有，啊，你难讲咱台湾较乖，其实监狱也常常发生事情，不敢。会当领钱的，
因为入场的用品不要改五档，所以讲呢，以前咱拢叫天女乱穿，圣诞，咱拢无虐待洪仲秋，咱拢无，所以讲咱绝不承认咱有叫有这个水牢。啊、哦，闲话不说，赶快说哦，他们的作业，伊咧做工课是有那代价，从今嘛伊来做衫。做衫，伊一回才领三五千块。什么上好就是做胖，吴宝春的胖逼，看人真者可以领到八九千块。哦，这足好啊！喂，结果伊一回就无到，伊讲老师你甲我补一下，咱嘛甲补好伊咧。啊，寄回来，即卖伊就已经哦，假释那个驱逐出去。所以，哦，跟你们放在一起的呢。我老公。作业场所，伊监狱内底拢有作业场所，我甲你讲，逐个人拢爱做工课。作业场所呢，这个内底的一间厝特别，他有很多的学生，你啊看，这有足多的学生。这个学生呢，就讲我一做，所以咱台湾的建筑师工会喜欢来看这一个，所以讲因为伊这个物件较特别啦。好，第一次来看看，因为要家里所在这个主管台要背起来，这个地方叫做主管台。所有人留在廖一的门的设量，所有犯人直接做工过，做工过，伊上该惊一惊，惊啥？因为所有的受刑人呢，他都有躁郁症啊，上面暴躁啊，环境，所以讲他管理非常的严格。所有人要讲话，一定要举手，来到家。一定要两手这样抱着，这样抱肩。亲像讲的，我若带三五个要来做工过，啊，我开门的时，不然他拿在我的后面一敲，我就输他了。所以讲，借物人员的每十五分钟点一百名，可以标准可以关五万八千几个。现在客户，你要来吗？没有啊。围墙叫做监狱，围墙上面有钢哨，你看边啊都有钢哨，上面还有铁丝网。现在比较进步，还有红外线。告诉你，现在我来介绍台湾有两所没有围墙的监狱，赶快来跟我来。哦，有人说立达，立达没有算在里面，立达现在在帮人家参观。这个是第二呢，就是你在监狱表现良好；第三呢，就是爱你的刑期特别高，你搁逃走嘛袂好啊！我跟你讲，啊，最近我做烦恼，伊讲妈妈伫咧烦恼啥？伊讲最近恁太太咧腹肚一直大起来，伊讲妈妈你莫烦恼，伊即马食饱，伊连拢来阿婆睡觉，你看无？哎呀，好，赶快来到这里。这个你一定要看，宜家下大正十年三月三十一日吉祥。因为咱这间厝咧装修的时候，伫顶头发现这三块匾，顶面顶头，这是日本人这间厝要封顶的时候举行拜拜仪式，伊讲伊有请水神交火神来镇子、镇业、镇这个监狱。所以讲，伊拜拜了，伊才下讲建设者、所长、现场代理主管、啥物设计者，日本人就是遮尼啊，详详细细。伊将这个起厝是这个封顶啊了，举行仪式。咱台湾迄个四合院的起，要上梁的时，咱冇拜拜呢。但是咱有那个顶牌啊，顶牌来讲吼，咱台湾讲啊，这做桥有什么不好啊？但是日本人就是这样，啊要够足济人无？我已经讲到这，你无声。
这是记录，这块这是古堡哦。因为咱今麦呢，这个物件是 copy 版的，才会使摸真品呢，你绝对不能摸。所以这是会当摸的原因，这是仿铸的，真品放在文物库。好，我们过来，这是在民国35年3月22日的时候，日本人战败了，他们要回家了，将这个权力呢交给国民政府。他们最后一任的典礼长叫做马努亚马桑，他交给我们第一代的典礼长叫做黄金的移交清澈。移交时呢，日本人做代志一丝不苟，连一根回纹针他都交给你。伊个时阵，遮个监狱关了128人，迄个关遮人呢，全部交国民政府。啊，了后呢，遮个有一寡文献，因为明治天皇死了以后，大正天皇即位，也大赦天下文献。前面的就是讲受刑人者的意识品，反映也新生，你不妨看一看。接着数千万，你若数千万对吧？你要脚镣跟着你一生，所以说伊跟着你一生呐、啊。我你讲你得个怕将才会死，结果这个少年呢，怕两个无死，愈惊个漂亮两个无着迄个数千万，我头讲大个啊，你那只憨蛮。这是钱币，咱以前讲的是铜方箱。啊，这个受刑人，你讲啊，我阿西呢，我搁进来总是可以吧？伊就是安尼想啦。进来这一下有足侪锁匙来做的物件，咱以前这个监狱拢用锁匙来开。啊，咱即摆这监狱要刷去新的所在，民国83年，咱要刷去新的绿草。啊，这物件要等下到因提起来，伊这作者呢，这受刑人讲。用这一次打开他的心手，伊讲用这个当作他女朋友的火柴，你怪伊这个当作十字架一直在拜，但是伊后壁面作足巧，伊讲这个有一个魔鬼在跟着他。好，你们赶快看一看，我赶快休息2分钟，等你们。10月10日的时候，我们开馆的时候。国宝级的有展，这个它有规定，夏天一天洗一次澡，冬天两天洗一次澡。以前日本时代时，他洗澡还可以惩罚你，怎么惩罚？你高管今天只能洗一桶水，你搁他高管今天洗半桶水。曾经有惩罚过，你只有一个牙缸可以洗澡，阿弥陀佛。以前所有洗澡都是在那马桶旁边提一桶水进去，拿牙缸这样冲。啊，你就知道这受刑人他们鬼点子特别多，一些工具的辛苦就给用淡漏漏。啊，这主管那么干咩？我你冲啥位啊？规辛苦淡漏漏，伊讲大是做些辛苦了，所以咱后期你不会遐有那做些冲，讲要死去啊，死卖那个白母了。外国所有受刑人，他最不喜欢什么？最不喜欢关在牢房的来人。所以咱每天化工，因拢要出来做工课。做工课是3、5个，咱就做伙吃饭的时候，围在一起吃饭。到监狱里面呢，他们吃饭上拜多，你无好吃饭，这代志就大条。曾经发生一件代志，咱嘉义监狱一个少年呢，伊犯案，啊，但是因一条判刑啊。啊，要过一条，他要提到法院去审理，法官一直问，
我帮他问的时间过啊，伊无爱饮。我妈讲，啊，我甲你问，你唔着甲我饮。伊讲无啊，今仔是恁食饭。我讲看卖，哦，是1:50，先食饭。所以食饭是上歹重要。